小屋里，对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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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！哎呦我操！五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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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五人，我跟他对一下。哎，我哥他妈还没关呢。炸人！哎，啊？啊？这大包给你大包给你大包，太准了！你有点这边这边一楼来了，一边我操！ OK，你爬回去吧，叫你队友扶你。哎我，哎我老大，我给他送回去了。啊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打不打？我打呀，一会儿等他扶起来再打。哎，来交给我，宝宝，你就看我虐不虐他就完了。掉，宝宝，你就交给我就完了，你信我，我干他了，宝宝，我现在非常的有劲。 来感觉了，感觉到位了，沙尘暴啥也看不着。不是这比沙尘暴我操！不是老大，你补他队友他不补我了吗？老大，那不是一队的，只有一个了。哦，两队的。一队的，不是一队的，两队的。 绝对是因为他说话声音太大了，影响你听讲。确实没听到。不是，那你妹妹挺爱补人啊，给我老大补了。这个好像是妹妹，我没记错的话。就是这个，刚刚这个。操我吓死！掉下一个。不是给你刷跑车的吗？哎我老大，就咱俩，哎呀！ 你看，你救我，我还你个世界。虽然说我就打了一个，对对对，哦，这边有，高点倒了一个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快点！走，宝宝，咱爬山顶上撅把。 我是不是有 rap 潜质？我上这，这是被人压的，要那个，这很好。哇！挂挂挂挂，举报！四个人看，有一个人看你。 包你，咋样了？付了，付了，付了。我操！你个我屁！我操！我操！真爽吧，兄弟！